是上帝所赏赐，智慧也是上帝所赏赐。当阮会当明白快乐甲智慧的源头时，阮就会当对创造的上帝来得到帮助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读经啊，继续读到伫以赛亚书的所在。咱知影，伫主前第八世纪，以赛亚受上帝呼召做先知，伫犹大国传讲上帝信息。咱知先知毋是啥物代志，伊相信知影。先知是正做上帝代言人，要传讲上帝的心意。以赛亚先知伫伊个时代有经历四个王，那对以赛亚书一开始第一章的开始，咱就通看见，伊经过乌西亚、约旦、阿哈书、甲希西家王，伫迄个中间，上帝爱伊伫遐传讲上帝的心意。那呢，以赛亚也经过三个要紧的时期。实际上，甲称作第一以赛亚、第二以赛亚、甲第三以赛亚。咱知以赛亚书拢总有66章，所以伫圣经内底，咱叫做大先知。意思是讲，伊写的册较大部，小先知都较细、较少。虽然当对整个66章的内底，大概可以分作三个不一样的时期，大概上礼拜我们有稍微说到，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，就是犹大国面对亚述帝国的威胁，是因为人民犯罪，无听上帝的话，也无敬畏上帝，就国家面对很大的危机。对第40章到第55章，就是犹大国的人民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所在，人民伫迄个中间失志，无望，总是以赛亚伫遐来传讲安慰甲毋望的信息。伊预言上帝的确应允，予伊的百姓倒转到伫故乡耶路撒冷过新的生活。对。56章到66章，就是第三以赛亚的时间，就是人民已经倒转到伫故乡的所在，重新恢复安息日的敬拜、献祭、祈祷等等这些事。今咱伫顶礼拜，咱已经有讲以赛亚第6章，讲到以赛亚受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伫圣殿的敬拜，伊知影伊的嘴唇无清气。也徛伫嘴唇无清气的所在。总是咱今仔日要对40章，有甲我讲，拄则咱有讲，40章到55章是以赛亚咧传讲安慰甲盼望的消息。一开始，咱会当对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甲第二节，咱就通看了真清楚。伊讲，阮的上帝讲，你着安慰我的百姓。要安慰，爱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，甲因讲，因的苦难已经到啊。这个也是弥赛亚在讲到这个时阵，来安慰上帝百姓。上帝百姓伫迄个苦难痛苦的中间，上帝拢知影。那呢，咱继续看到第10节甲11节，讲至高的上帝要亲像牧者。来牧养羊群，要将因抱伫胸前，这拢是一个安慰的信息。第18节到20节，则讲恁的确要离开拜偶像、拜假的神明，因为神明袂当甲上帝相比拼。以色列啊，你为怎样埋怨全能的上帝，要予恁伫跋倒的中间，搁一摆站起来？予恁伫软弱的中间，搁一摆得到刚强壮大。我靠上帝人，
要充充满满得到精力啊！这个是用现代中文译本。伫看符这个所在是用和合本安尼写。听候摇花的人要重新得到开力，亲像鹰鸟啼息飞翔。伊今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一开始咱会当看见先知伫迄个所在。你应你答，你问上帝，上帝第一个应答，讲少年人会赢，勇壮的人也会跌倒。在这个所在，予咱深深体会，咱的人生是一个亚神的人生。为什么咱在人生的过程内底，咱的赢、会忝、会神呢？因为咱是受造的命。咱是上帝的受造物，咱也有软弱的本质。我甲你拢同款，咱拢真软弱。会当伫圣经诗篇103:14的所在，大笔的诗安尼写讲：上帝啊，知影阮的本质，阮的体质，阮只不过是土粉。讲咱是上帝用土粉来做咱。咱讲的都破去啊！咱是这尼啊有限个能者。保罗也安尼讲，伫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4章第7节，讲我不过亲像普通土的器具，讲咱是土的器具啦，咱是用土所做的，咱嘛是真有限真能者，落去土卡都拢脆鼓鼓去啊！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捌经过做毋对代志，人也捌经过软弱的过程。咱当对圣经内底来看几个人，头一个咱伫《史书记》内底看见参孙这个史书。参孙，上帝特别呼召伊，爱伫当时来扮演要紧的军事领袖。来带领这个国家，不怕算这个参孙和征服较赢。伊爱着一个腓力斯的女子，叫做大力拉。哇，这个妇人人哦，足大气力，一直解救，一直解救。伊无爱，嘛又继续解救。第四呢，底下伊互人知伊的气力是伫头毛，最后。腓力斯人将参孙抓起来，关到这个俄罗的中间，因为伊伫征服的内面败坏。代表王也同款，伊有人性的私欲，这是咱人性中间常常所面对的。有几下摆我出国去开会，有时阵是住伫房间的所在，只是去开会，倒转来时阵。店门的下骹拢有一个名片，甲你讲，你今暝远有小宝宝，你会当敲这支电话0800啊，电话偌济安尼。咱常常面对这种的代志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故意叫做层出不穷啦，不断伫咱的内底，伫监狱的过程内底，致使咱常常受威胁。咱看见以赛亚。要打败450个巴力的先知，总是伊也感觉，当王后亚瑟伯咧追杀伊的时阵，伊嘛感觉真灰心失志。讲上帝啊，敢那我一个人尔，我为着你大发热心，总是安那，拢无人啊，敢那我一个尔。在这种真失志的过程内底，耶稣的12学生内底彼得也3次无认主。在这个过程内底，予咱看见圣经所有的人物拢无完全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嘛常常会犯着这种的错误。在咱最近在报纸内底通看见，最近有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这的学生自杀的事件，予咱感觉真艰苦心。有人是为着考试压力，有人是为着感情的代志，有人是为着
找工作找无，人真失志。即我咧想，为什么人常常会面对挫折的时阵，予咱真无力感，甚至是真挫折感？我伫思考的中间，我感觉真正打倒咱的，毋是咱的环境，毋是物价起价，毋是油电起价，毋是股票崩盘。生活困难，是有真侪人伫咱生存的环境内底，咱的心已经感觉野生无气力，致使人行伫迄个绝路的中间，伊感觉无五行啊，无气力啊，真野生行袂落去啊，致使人爱行到伫绝路。即种的环境，咱活伫即种的环境内底，特别是少年人。咱予咱的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框框，把咱框住。你就是爱熬读册，你就是爱有好的工作，你就爱有好的收入，安尼你才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无论家庭的价值观，咱的社会价值观，拢有一个框框把咱框住。当咱达未到这个目标的时阵，人就失志，人就野心，人就挫折。最后行伫迄个绝路的中间，咱真需要伫即种的框框内底来突破。若无，咱一直活伫即种压力的中间，咱袂免进，咱会行到伫绝路的中间。这就是以赛亚伫即个所在讲，人会面对即种的野生的人生。就是咱毋是敢若活伫即个中间啦，定咱的确要学习营造怎样提升悲观。先知安尼讲，以赛亚讲，你要亲像营造提升悲观，行未先，走未赢。咱不过在一直活伫即种野生的过程内底，咱是毋是有一个新的转捩点、转捩点，有一个新的契机、新的契机啊？圣经内底叫做 Kairos， 有一个新的机会、新的契机来转化，对亚神的中间有一个改变。所以以赛亚真牛，伫2800几年前，伊就看到一个动物，这个动物叫做鹰鸟，叫做老鹰。老鹰也是讲鹰鸟，通讲是空中的王啦。一生会当活70年的时间，哦，这只鹰鸟是活够久的，70年的时间，都是有一个真，这个鹰鸟伫70年的过程内底，嘛有一个真重要的转捩点，就是伊到伫40岁的时阵，伊也面对两个足要紧的选择，一个就是单死，另外一个就是爱进入一个真困难、真痛苦。的一个精神蜕变的过程，那无伊无法度继续行落去。头一个，这种痛苦的蜕变的过程，就是这只鹰鸟伫40岁的时阵，伊的嘴啊，伊的嘴本来是安尼会当食物件，那已经弯落去啊，弯到拄到胸坎，安尼时阵伊就是无法度食物件。在这种的过程里面，他吃不到东西，没得吃东西，他一定要等死了。感谢上帝，他让咱的嘴像这样，都不会弯下去，像这样，永远都可以吃东西。第二项，就是说他的脚绕，他的脚会绕，已经老化，东西抓不到，抓不安了。咱知道，这个鹰鸟，他的卡脚是足有困难的，连一只羊啊，伊都甲抓起来，两只卡脚都甲抓掉嘞。总是伊卡脚若无力的时阵，都抓袂掉，都抓无物件。咱会当伫这个 Discovery， 咱会当看到这个鹰鸟，有时阵觅伫迄个树啊顶头，目睭看准准，都甲救起来，都抓到。伫迄个海内底鱼嘛，会当甲抓起来；伫河内底鱼，伊嘛抓起来。
唔然伊个脚脚有气力，伊个目睭甲咱无共款。咱个目睭上好是 1.2， 但鹰照5.0啊，5.0个目睭。所以呢，伊伫即个超过500公尺以上，要阁看地面个动物，阁看甲真清楚。总是伊到伫40岁时，伊个脚已经无力啊，抓物件抓袂条啊。在这种过程里面，同样没有东西能够吃。第三项就是他的鹰鸟的毛，他的毛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密，因为背40年，所以有黏到很多垃圾的东西，或是很多灰尘，地书他的湿越来越重，越背越困难，没法度背，没法度背，无法度抓物件，阁无法度食，所以愈来愈艰苦，所以一定爱等死。总是这个鹰鸟，伊常常毋是甲咱同款啊，要等死。伊想讲，伊无爱死，伊爱经过一个真困难蜕变的过程。伊就是飞到伫迄个上悬的山顶头，底下经过150天，150天。在那个地方做什么？更新变化。兄弟姊妹，对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鹰鸟的牙的身的老化，其实对我的生命也同样。什么是让我们真正牙身的原因是什么？什么让我们的人生感觉真牙身？不是说我们年岁很多，我们很老，感觉真身，不是。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无关系，跟我们的能力也无关系。不是工作不好，让我们真亚身；不是说我们的能力不够，让我们真亚身。跟我们的心有关系。日本人讲心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已经亚身了。我们的心已经老化。什么叫做心已经亚身？就是我们已经失去动力。那个动力就是说，我们没要再学新的东西，那个动力不失去动力，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信心，我们已经失去那个疼上帝的心，我们的心也失去追求成长的热情，我们已经那个热情不像像少年人一样这么大的热情，因为年纪增加了后，我们的热情越来越减少，我们的热情越来越减少，第四我们感觉真亚神。总是上帝通过这个鹰鸟的故事，予咱看见，伊怎样伫迄个中间进入伫一个更新蜕变的过程内底，予伊得到困难。我相信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毋是要活伫亚神的中间，咱要重新把咱失去的痛心甲热情摕倒来。让我们能活了更加精彩的生命。最近我们有说，伊利亚在很失志的过程里面，他走不下去，上帝乌鸦加肉，让这个伊利亚吃东西，喝基伦斯的水，让他得到饱足。所以人如果很亚神的时候，有时吃不下去，吃不下去要怎样？有可能要炖一些鸡汤来吃，失志亚神无气力，所以上帝嘛同款，乌鸦加肉来养饲伊利亚，可以会当伫迄个失志内底，重新伫遐行40日，到伫西奈山。上帝甲伊利亚讲，我无伫迄个大风大雨、山崩地裂的内面，我有微微的声要甲你讲。微微的细细声，甲伊利亚讲：伫以色列中间，我已经留落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这真要紧。咱今仔日要来教会做礼拜，几下摆咱提醒，毋通阁讲话，因为上帝常常用微微的声要甲咱讲话，但是咱互相伫遐讲话时阵，迄个声咱听袂到去。伊利亚也同款，伫迄个上帝作微细声内底开讲：“你无孤单，我为着你来陪伴7000个人，毋捌
跪拜巴力，你有同工，不是只有你一个而已，我有准备很多要跟你同工要做的服侍的人，你无够孤单。当伊利亚听见上帝这种微微的声音讲的时阵，予伊伫迄个中间，搁一摆得到困难。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甲第二节，代表的死伫这个中间咧描写，代表嘛经过这种真野生的过程，伊第三件亚撒龙来反叛代表王，致使代表的心真艰苦。所以到底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，代表的是讲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心切切追求你，就亲像一块旷旱、打扫、无水的田地。代表的意思是讲上帝啊，我的心已经野生了，我的心旷旱，我的心打扫。亲像迄个无水的地同款，我仰望你，我未靠无你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，予我看见你的大气力，通来仰望你。这是诗篇六十三篇内底，咱会当底下看见，代表嘛经过这种心内野生打扫无气力的中间，伊讲我伫敬拜上帝时阵。让我可以看见上帝大光临，上帝荣光，让我得到开胆。亲爱的姊妹，我相信这不是代笔，这不是伊利亚的故事，这也是真实在你我生命的过程里面，咱所面对这种野生的过程，这种的无力感，这种的挫折，失去热情的过程。上帝帮助咱，让我们能在这种很挫折感的里面来仰望上帝，让我们得到快乐，让我们经验这种蜕变更新的过程。我们看对照我们说这个老鹰或是说鹰鸟啊，飞到在那个山顶的顶头有150天，经过五个月的时间，到底在那个地方在做什么？伊就是用伊个嘴，我都讲，伊个嘴已经咬落来，无法度食物件，用伊家己个嘴去弄石盘，弄个老血老滴，这是一个真艰苦个过程。伫迄个痛疼过程内底，予伊原来迄个弯落去个嘴弄歹去，然后等待一个新个嘴要生出来。伫迄个过程内底，因为嘴已经咧疼。就像咱去予医生挽喙齿共款，喙齿挽起来，咱喙齿疼，拢袂当食物件。鹰鸟嘛共款，无食无啉，伫迄个所在咧等，要等偌久？等五个月时间。等啥？等伊个喙会当发新个喙出来。等伊个喙发出来的时阵，新个喙出来时，伊爱开始阁做第二个动作。对照讲，伊个脚脚已经无气力了。把伊个脚脚个指甲一支一支抽出来、挽出来，这种真痛疼个过程内底，互到底啊呐，老血老滴，然后新个指甲甲脚脚发出来，安尼阁无够，啊个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，就是当伊个脚脚、伊个嘴拢发出来了后，爱把家己身躯个毛一支一支擦掉。这嘛是一种老血老滴的过程，把伊的毛一支一支串起来，伊就变作无毛的秃鹰啦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拢是一个痛疼的过程。迄、那个更新蜕变是一个痛疼的过程，到底伊新的嘴发出来，新的肉生出来，新的毛发出来，然后伊就成做一只新的鹰鸟。会当体恤悲观，行未先走未赢，过30年的时间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生命有时阵亲像鹰鸟同款，
咱来面对这种的苦痛，咱来面对这种的艰苦。有人伫癌症的艰苦，有人伫破病的艰苦，有人伫拄到事业困难的艰苦。咱来面对这个艰苦的过程，咱才会当伫迄个内底对咱的生命有一种新的体会。这是叫做蜕变的过程。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无爱这种的痛疼，啥物人爱痛疼，啥物人爱破病，无人爱破病。但是只有咱通过这种的苦难、痛疼过程了后，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眼光，咱的人生的确有一个新的视野，咱会当看了更加远，看了更加清楚，会当成做别人的帮助。以赛亚讲，迄、那个听候耶和华上帝的人，要定心得到开恩。在英国伦敦有一间教堂，叫做 Silent Church， 就是讲来到这间礼拜堂的时阵，就无讲断，敢那一个十字架那顶，十字架的顶头，佮有耶稣受难钉伫顶头。真侪人来到伫这个礼拜堂的时阵，就是安静祈祷；有真侪人拄到人生的困难的时阵，来到伫礼拜堂的时，看到耶稣钉十字架，讲我所受的困难，我受的苦楚，敢有亲像耶稣钉十字架这么艰苦吗？我袂当失志，我应该爱靠着耶稣给我的鼓励，迄个国外的鼓励，修饰给我，给我继续。渐渐好的境界，讲伫这个沉默教堂内底，就帮助最侪人找到信心甲盼望。互我回想咱少年教会，伫四十当前，这个大楼要被起起来的时阵，咱的礼拜堂伫一楼的所在。咱知影伫迄个时阵，1970年的时候，差不多拢是美军伫越战。然后回来台湾，来台湾这佚佗休困，也真侪酒吧伫这个所在。总是咱的礼拜堂，一楼礼拜堂有一个牌啊，写讲请入来教堂内面来祈祷，请你入来教堂内面来祈祷。我唔知道咱较老的少年人有这个印象无？哦，就是讲有真侪人。在越战、罕见，然后来到伫这个所在咧度假的时阵，有时阵伊嘛感觉面对真侪困难。总是当时咱伫双联教会一楼所在，下讲，请你入来礼拜堂内面来祈祷。我相信这种就亲像当时的沉默教堂同款，当人来到伫上帝面前，予咱的这种的亚神失志。过一摆，予国外主来帮助咱，来得到开恩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听候以赛亚讲，伊若听候耶和华上帝人，迄个听候是啥物意思？我感觉听候毋是咧困，啊，我咧困啊在听候，听候嘛毋是敢若安静那点，我安静伫迄个所在。咱知影，听候是要经过一段更新、蜕变的过程内面，也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听候就是予咱的心灵、予圣神带到伫迄个关山的所在，亲像鹰鸟伫迄个关山的顶面，伫遐仰望上帝。我毋知恁有即个经验无？啊，到伫阳明山迄、那个上关的所在。有啦，我想大家人拢是恋爱的时阵，才到伫这个阳明山迄个上悬的所在。但是当咱那真夜深失志的时阵，我嘛有这个习惯，唔是去阳明山泡温泉，这是其他。佫较重要是到伫迄个较悬的所在，看到台北市，会感觉讲一切拢是真美色，人、厝拢美色。伫迄个中间。会忽然间感觉咱甲上帝相近，就亲像鹰鸟飞到伫关山的所在，要进入一个更新蜕变的过程同款。
当咱到伫关山、伫阳明山顶头，伫遐仰望上帝，只有上帝会当予咱定心对着开达。毋是人来予咱开达，毋是钱予咱开达，是上帝予咱对着开达。这种的经验，会当对诗篇121篇第一节、第二节内底，迄个诗人的经验。如果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予咱有这种的亚身困难、困苦，会当底下过一摆得到恢复的困难。诗篇121篇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讲我要仰望五山，我的帮站对打落来，我的帮站是对创造天地的摇花来。诗人伫这个所在讲，我仰望五山，当我看到山的时阵，我体会摇花上帝的关联，伊是创造的主，伊予我得到开达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活伫这个21世纪的中间，咱拢真无用，大人拢无用，无用工作，无用事业，无用赚钱，总是人伫迄个无用的过程内底。亲像机器一直胖、一直胖、一直胖、一直胖的过程内面，咱已经心内有侪侪混乱，咱的心内有侪侪无力感，咱唔知心事要甲啥人讲，咱咧面对着这种的经历，总是伊先阿讲，兄弟啊，亚神的赏赐咱困难，能正的。给天也亏难，在这种无用的时代，都都是咱需要安静亲近上帝的时阵。五分、十分、十五分，这拢是真重要的时间。这也是咱基督徒比别人较宝贝的所在。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，这段圣经安尼写。恁得到救，在地归回安息；恁得到快乐，在地平静安稳。要得到快乐，不是哭哭肿；要得到快乐，是平静安稳来到主的面前。后边一句话讲，迄句话上重要。迄句话叫做：恁既然唔肯，你们尽志不肯呐、啊。讲咱已经做无用啊，但是咱拢无用，甲无法度。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以赛亚讲，咱知影得到快乐，爱平静安稳，但是咱无愿意，咱却无愿意。上帝帮助咱，亲像诗篇103篇第五节，讲上帝要用好物来祝咱的心愿，予咱亲像少年，亲像鹰鸟。愿咱基督徒属灵的性命。在这种更新变化的过程里面，可以仰望上帝，亲像鹰鸟栖息飞高，让我们在较高的时候有更加宽的视野，让我们飞到较高的时候有更加开阔的眼光，可以看得远。到在阳明山顶头，我们的眼光自然会看得远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地面上，我们有缘在这互相计较，互相批评论断，所以咱飞到较高的时阵，咱就较宽的视野，较开阔的眼光，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赐福予咱。我真爱一句话：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，予咱行未先，走未赢。上帝赐福咱，过一摆要领受圣餐的时阵，主耶稣也要点伫咱的心内。给天，咱的亏待，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甲疼痛。主，阮知，阮活伫这个世间，阮有软弱，有野心，有软弱，总是上帝你怜悯阮，予阮会当来到伫你施恩宝座面前，会当得到亏待，得到帮助。阮在伫阮的兄弟姊妹内底，有时阵阮的人生行到一个坎站，有苦难，有流目屎，有艰苦。
阮真正找无头前的路通好行，总是上帝你恩典赏赐予阮，阮通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你要怜悯阮，你要安慰阮，你要予阮开导。过一摆通过以赛亚，予阮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予阮亚神的手会当过一摆举悬。予阮脚酸手软，会当过一摆得到勇壮，来跑走天路。阮相信上帝你甲阮伫底，阮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